西藏拉萨、湖北襄阳、重庆万州、陕西杨凌四个综合保税区27号通过国家验收，其中拉萨综保区的设立填补了西藏没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空白，实现了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全覆盖。截至目前，全国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68个，综合保税区156个。